才的这一段开场节目啊，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岭南地区，感受到了广东的风土人情。那今天我们这期的角儿来了，自然请到了来自广东的名家，他就是广东粤剧名家曾小敏。我们欢迎小敏。他最新粤剧表演艺术，专攻刀马旦、闺门旦、花旦等行当，能文能武，博采众长。他外表柔弱，却生动刻画花蕊夫人、穆桂英、白素贞等一系列坚强独立女性的经典形象。他坚守承诺，锐意创新，以蓬勃的朝气激发着古老粤剧的时代活力。他就是本期的角儿，粤剧名家曾小敏。千帆过尽，人生戏，一缕茶香续芳华。我们也专门备了小罐茶啊，以表敬意。谢谢，来，尝尝这个茶怎么样？谢谢。这个应该是红茶吧。好，你讲，来坐下来，咱们慢慢聊。但要说起来，我们俩的渊源可以说从十几年前，你还记得吗？对，那个，老朋友了。我知道这些年来啊，真的小敏是一步一个台阶啊，除了在扛起我们传承的大旗之外，不断的在创新，在与时俱进，一步又一步的广东粤剧代表作，尤其是很多的都拍成了电影啊。是的，我的一部新的电影叫《白蛇传情》，那段时间是熬过来了，整整的29天，每天早上都是一早起来就化妆，化2-3个小时的妆，然后一熬就熬到凌晨才收。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成功人士在舞台上，但是不了解的是他背后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艰辛了。那我们在曾小敏老师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摄制组啊专程去探班了，也捕捉到了一些精彩的花絮，今天咱们就共同来看一下好不好。来，有请。来，备好，弟弟别停，开始。下一组，然后方海那个跟那个，能不能让我多做两事儿？你得干脆把，然后他不犹豫，我就把他抓死。来，开始，开始。美啊，而且感觉里面肯定特别有看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些细节吊威亚，这个以前有没有试过？吊威亚我是试过的，但是在戏里面用的那么多是少有的，因为吊威亚的确是太痛苦的事情了。除了刚才说吊威亚是一个难点，和以往的戏曲版的舞台版的白蛇传情是不同的，还有哪些亮点？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珠影集团跟我们粤剧院的一个首次的合作，然后请的导演是北京的，摄影师是马来西亚的，然后特效团队来自澳洲，有新西兰的，所以整个创作团队实力非常强，大家都非常用心，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带着一种情怀来做这个事情，都不计较，集合了世界最精英的这样的团队。嗯，那剩下的万事俱备了，就靠演员的功力了，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这部戏毕竟是你夺媒的作品啊。对，因为整个表演的过程，其实它跟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是有是需要调整的，不一样啊。其实我们还是那些东西，然后在电影镜头里面是马上要调整，比如说我们哭的时候可能是拿水袖这样挡一下就哭完了啊，舞台上，但舞台上不行，导演说必须看到你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必须要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戏曲演员是一个考验。那刚才讲了在电影版本我们看到的《白蛇传情》和在戏曲舞台上的这个经典的剧作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从演员的角度来说，那今天在我们角儿来的现场也希望看到曾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白蛇传情》当中的唱段，好不好？好。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如此，相公你呢？不若、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这个走。何姓啊？小生名叫许仙。可曾娶亲呢？未曾娶亲噶。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亲噶，系未曾婚配。谢谢孙小勉为我们带来《白蛇传情》当中的钟情啊、嗯，这一段我觉得特别的唯美哈、啊。嗯 嗯, 嗯，其实我们知道，在舞台上除了塑造白蛇白素贞的形象之外呢，孙小敏呢还有众多的艺术形象。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舞台上有三个角色，也都是你曾经塑造过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那个是《青春作伴》里面演一个大学生村官文清，是一部现代戏、啊。现代戏啊。这个是穆桂英招亲的穆桂英，那边是地理画的长平公主。那这三个人物，三部戏当中，咱们先挑出一个人物来介绍好不好？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先选哪个？让我选地理画吧。为什么呢？地理画应该是我接触越剧的第一部戏。我小时候对地理画唱段是特别敏感，特别有亲切感。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听。他每次回到家，他就会听越剧，
所以我远远的听到有越剧地里花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舒服，特别开心，我就知道我妈妈在家了。一个是旋律美，另外一个妈妈回来了，对，就特别有亲切感，所以这个也是在我心中种下了这个美好的种子吧。在座的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北方观众居多哈，如果用很简单很通俗易懂的话来介绍一下广东粤剧，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呢？广东粤剧特别的美，然后旋律特别好听，特别是它的音乐唱腔是尤其有特色的，是一个适合男女老少共同欣赏的剧种了。我们的角儿来了呢是一档融媒体节目，此时此刻我们在录制期间呢会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呢进行网络平台的直播，那我们新媒体端的记者呢此时也专程到了广州地区，带领我们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广东粤剧的进程好不好？来，我们进行一个直播连线。董毅老师好，曾小敏老师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记者雨晨。我是周丽珊，今天十分荣幸能够作为外景的记者带大家来到了粤剧艺术博物馆，感受一下粤剧艺术的独特魅力。粤剧艺术博大精深，到现在呢粤剧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它主要活跃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以及海外一些华人地区。我建议呢大家从我身后的这一艘红船开始，我们的粤剧艺人也被称为红船子弟。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博物馆的里边，珊珊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六柱制。这个六柱呢就是六条柱子支撑了整个粤剧演出的主要角色，我们分为哪六柱呢？包括来我们来看一下，武生、文武生、正印花旦、小生还有二班花旦。那我来猜一下，我们小敏老师是不是就是正印花旦？那肯定是正印花旦了。小敏姐呢文武双全，所以呢是我们粤剧界当之无愧的大老官。哎，大老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所说的角儿。哎，对，就是你们所说的角儿，我们粤语的一种说法，就是西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角儿的代名词哈。大老官，大老官来了。好，我们现在再往里边走，可以看到这边写上这个舞台艺术。对，这是我们粤剧呢比较独有的一种服饰了。以前的大老官呢他比较希望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呢也会用一些亮片啊、珍珠啊，甚至是灯管。所以我小时候看粤剧就觉得是金光闪闪的，漂亮，所以呢能够让灯光打上去就是 bling bling 的感觉。对，我看到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很多没有看过粤剧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认识他。对，洪宪女老师。洪宪女老师确实是我们当今粤剧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艺术家之一了。这两位你一定知道，钱老师、罗家英老师他们的影视作品，像这个杨门女将、大话西游，这两位可能很多我们北方的观众熟悉他们的是一些影视作品，对不对？很多的电影，对，包括一些电视剧都会看到他们两位。实际上如果是追根溯源的话，他们也是非常有名的粤剧名家了。对对对，因为汪明荃老师是香港八合会馆的主席，所以他在那边对粤剧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那今天在我们角儿来了的舞台，想不想也听一听两位前辈艺术家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好啊好啊。好，我们来听一听两位老师的视频留言，来，有请。角儿来了栏目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汪明荃，我是香港的粤剧演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跟嘉英哥，我们就是凭粤剧相识相爱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两夫妻的，所以戏曲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的有缘分。那么我最近呢也注意到曾小敏这个广东粤剧的演员，他最近来了香港一次的演出，就是《白蛇传》，我觉得他的作品呢也不错，很有新鲜感，而且他个人的条件非常的好，他的功底很扎实，唱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也喜欢看的。我感觉到粤剧是一个广东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曾小敏小姐是广东一个
很传才一个感觉，他不论唱念做打四股五法表演得很好，他有很新的思想，传统方面呢，他的功底也相当好，扮相漂亮，嗓子也相当之好，他是广东乐曲方面的是独当一面的感觉的人才，我希望他再努力，把乐曲不单只在新的方面、创作方面，还有在旧的方面、传统方面两方面都有掌握传承开去。我希望曾小敏小姐能够办得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前辈艺术家哈。谢谢罗佳英老师。我也没想到两位老师说那么多。汪明荃老师和罗佳英老师啊，原来啊是通过广东粤剧结缘啊，成为了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了。对对，刚才两位前辈艺术家分享了他们对于广东粤剧的看法。我不知道小敏，最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广东粤剧有感情的呢？这怎么就跟他结缘了呢？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有一天在晚自修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来跟我说，明天带你去广州考试。我说考什么？他们就说，考广东粤剧学校。我说啊，考粤剧学校？那你之前妈妈爸爸从来没跟你商量过？没有。那个时候你多大呀？那时候应该是12岁多吧。12岁。嗯。然后去考试，你还记得当时都怎么考的了吗？当时我记得我考试的时候，考官就说，那你唱一首歌给我听。那我唱的是一首儿歌。唱的什么歌？当时唱的一首叫小罗号。小罗号这歌我们都能听得懂。要不要我们现场也回忆一下听一听好不好？我的天哪，还记得怎么唱吗？这个歌现在唱四不像了。我听一听，实在不行我们观众一起唱。好的，唱两句啊。好。小罗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得得得得得得得。考试的歌，考试的歌就是这首歌。唱了这首歌以后，那主考官怎么想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过了。那这个小螺号时隔多少年了？十几岁到现在，27年呢。27年之后，想不想听一听当年主考官对你现在演唱的评价？天哪，谁记得了？听一听好不好？哎，刚才听了这个小姑娘唱的小罗号啊，唱得不错，她声音还是挺清晰的，另外呢音域也很广，唱出来也挺有味道，很像麦校长。小敏那个考粤剧学校的时候，她是不会唱粤剧的。唱功老师唱起来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因为我从来没听过小敏唱这种儿歌和或者是流行曲。我的同学闺蜜好像最近普通话说好了。那个谁呀、啊、那个声音，我第一次听您唱这个儿歌。但是呢好像才两三句啊。知道了。是谁？严云涛。他是我同学。天哪，他们在哪儿啊？现在他们来了吗？这个麦校长，麦校长哦，校长好，校长，校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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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韩老师，韩老师，主考官，韩老师，你好，你好，这位就是黄燕了，黄燕，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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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还挺像的哈，这位就是，哎，同桌的他吗？班同学，确实有同桌，有同桌过，有。好，怎么记不起来了？咱们这样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再次欢迎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但没想到你每一个人都能听出来，记着，太熟悉了，太熟悉了。我们招生啊，是我负责招生，但是招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考生。他们这个班呢，基础是很扎实的。刚进来，第一个戏就是为了比赛，我就给他们排了一个放培。放培这个难度比较大的，高年级的戏给低年级来排，为了比赛嘛。而且那个这个放培啊，难度更大，是有些托举，
托举了，然后是喷火，喷火的难度最大。那个时候因为秦腔，我看过他们表演了，他是吐出来了，不是噗一下，而是连续12次噗噗噗噗噗。那个嘴里是要含那个香的，对，要呼吸的力量，嘴皮的力量，就说他掌握不了。后来我说你不要喷那个12次了，能喷6次就足够了。他每天这样练，那个时候他喷火，他是拿了火把，他很有点娇气。然后我喷火的时候，可能是烈火的火势向他的脸上扑过去，可能把眉毛给烧了，马上回去看镜子，他哭了啊，真的哭了。那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说哎算了，忍忍吧，都会过去的，我们小我下次小心一点。他说你试一下，你来拿火把，我来喷。刚刚都说了，他在学校就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很用功，也很勤奋。其实说实在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我跟小敏两个人的我们的行当是相同的，都是唱以刀马旦为主，我老跟他分在一个剧组，学同一个戏，然后呢他就老当 A 角，然后呢我就老当 B 角，所以我经常就老站在后面看着他能上台表演，我就在旁边那个我说啥时候才能到我呢？天哪！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心里头有点，哎，老师怎么又把我分到他那一组了？有，所以导致了我后来选择做老师，不出来当演员了。我看到今天的盘老师手里拿了一个资料，是吗？是一件什么？但是小敏的一举一动吧，或者是现在排什么戏呢，我都很留意，我很关注着他。主要是那天晚上，就是你们那个去广州直播的时候，空中剧院栏目直播的，我就拿着那个本跟拿着那个笔，我就马上的把它书记下来，这些意见建议我都给他写上。哦，老师真的用心了，我都给他写上，我准备作为一种礼物，我是送给小敏。小敏，真的祝你成功，真的啊。韩老师这种师德很值得我们学习。韩老师的责任心很强，责任心很强。这个礼物太特别了，这个礼物太重要了。好，我看一共寄了1、2、3、4、4条啊，我们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老师的字写的特别漂亮。小敏给我们念念吧。开头一段序幕唱段和音乐有新意，能吸引人。虽越剧传统的唱法不多，但很好听，对传统越剧做了一些突破，还需要继续探索。如果结合和运用越剧优美的音乐旋律与风格，会更突出越味。广东的越哈，越味。点点滴滴都记住了，老师对你的良苦用心啊。那今天在我们角儿来了的舞台，是不是请曾小敏再次演唱一段你的代表作？好，那我就唱一段《地里花的香腰》。好，来，我们向你掌声欢迎曾小敏。
心盼望能同合壮，鸳鸯侣常会傍，前台常在设新房，地府任侍女在明南平一样满腔。人千丈如妻，双双叩问帝安。谢谢谢谢曾小敏和刚才的刘建科，也是咱们院里面优秀的青年演员了，联袂带来的《帝女花》，为我们再现了长平公主和周世显的爱情故事啊。嗯嗯，如果从接下来的两个人物当中再选一位，先选哪位？那我选穆桂英招亲吧。穆桂英招亲当中穆桂英的形象，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这个形象，也是我在学校毕业演出的一个形象。我到了广东越剧院以后，第一个戏也是靠把戏。所以这个形象对我来说，我是特别有感情的。我毕业之前有3个月的实习时间，当时我们整个班都分到各个团体去实习。我跟十几个同学就分到了广东越剧院。那我们实习的这几个月基本上都是跑龙套，在实习差不多结束的一个星期，
一团有一个任务就是去香港演出，其中有一台折纸戏的最后一个戏的演员伤了，受伤了，但是一个压轴的武打戏，还有一个礼拜就演出了。当时几位团长就说，哎，听说小敏在学校武打戏不错，然后可以让他试一下，我觉得他们胆子也挺大的，然后就叫我。那很幸运了，当时就这个戏在香港演出，一下子就很多观众就很喜欢。回来以后这个实习也完成了。其实我在实习结束之前已经有院团要我过去了，我记得是深圳剧团，他来了一封信寄到越剧学校的，就是说他要成立一个青年团，然后要我在这个青年团里当主演。当时有真是有一点心动的。那后来我就演完这个折纸戏以后，就越剧院里面的领导都看到了，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是应该留下来的，他们就跟我说，或许你到其他团体可能你机会会多，但是可能你沉淀的一定没有越剧院的多，所以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最后我还是留下来广东越剧院。在同学眼中那是相当幸运了，一帆风顺。我觉得我是特别幸运的，也比较顺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人成长他都很有很多挫折的，谁也逃不过。留下来广东越剧院一团的时候还不到一个月，我就接到了剧本。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叫韩江关，就是樊梨花跟薛丁山的一个故事。那就是有开打也有唱了是吗？对，是文武戏。因为是毕业生那么早就可以单主演是很少有的，所以我的老师同学都来捧场。我记得当时是全场都是满的，满座的。当时的演出其实是暴露了我的最大的弱点。然后上了台以后，主题曲之前先是耍一下长穗剑，这个长穗剑拿出来一耍，它这个剑穗就飞了。然后这个剑穗一飞走以后，我就害怕了，当场我就害怕的连台词都忘了，整段的主题曲我都忘了。然后我就在舞台跑圆场，跑啊一圈又一圈，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又不敢走进去。然后旁边的乐师就大声的告诉我是什么什么词，我就记起来了，我就唱完了这段主题曲以后，就到了后面最后的开打了。我就想这是我的专场，对呀，开打我怎么也得挽回些面子了，是我该露一手。对，然后在开打的时候，我几个串贩生下来头掉了，就是我们说的天了。对，头上可以掉的东西全部掉了一地都是，当时很尴尬，我的真头发都露出来了。所以一个转身我就跑回后台，然后就是后台的一些同学啊，一些师哥啊，他们就来救场，就打翻，打翻打了，我记得起码有两三分钟了，就连续这样一个接一个下去，我就赶紧把头重新戴上去，就简单的戴上去，最后出来大亮相。我记得我大亮相以后，整个剧就结束了。那时候很清晰听到我的老院长在那个麦克风里跟观众说，他就说，这个曾小敏她是今年19岁，然后第一次登台演出，她今天是有一点失误，希望观众给她鼓励，然后给她掌声。然后观众就再次响起掌声。当时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我在鞠躬的时候，我自己是哭了。大幕拉上以后，我就跑到化妆间。哎，我记得我是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常说，如果是心理上有了阴影了，很难从那里走出来。对，当天的演出结束以后，我没有听到一句对我的批评的声音。没有一句都没有，是没有人去告诉你。我觉得大家是在包容我。其实大家不说，
团长不批评我，其实我心里更难过。当时就感觉是自己根本就没这个资格站在舞台中间。所以，这算是你经受的最大的一个打击了吗？嗯。那天的演出结束以后，我想我起码有2年的时间是沉在，当天演出的失败里走不出去的。我很害怕上台，每次上台我就手抖，就会想到那一幕。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心理素质极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嗯，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每当演完我的角色的时候，我肯定会站在舞台两边看戏，看别人演。对，看别人演戏。我当时是近视，所以我扮好妆以后，我戴眼镜是特别困难的。那我就拿这个小眼镜在这里看着，看着就是前辈演戏，然后每场都记下来。所以我觉得这2年虽然是自己是极没有信心的2年，但是我积累了很多，我也收获了很多。嗯，其实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角，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磨练出来的。所以这个经验教训也让我沉下心来，重新出发。其实说到这一段失败的经历哈，今天也有一位当时的经历者见证人，他也想分享一下当时他的感受，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来，就已经经常看他们的练功啊排练啊，就觉得他是非常好的苗子，因为他的武功啊扮相啊嗓子都非常好，所以他来到我们艺团。他第一场演出也有很多搞笑的东西啊，就是说他铃子又掉了啊，枪又好像又掉了，排练也没出现这个问题啊。他证明说他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觉得不影响他有这方面的潜质和条件的。我觉得他没停止过他这艺术上的追求，他还是不断去学啊，不断练啊，希望能做得更好啊。他其实也是他越来做得越好的。刚才这段视频看到您的老师，广东粤剧的表演艺术家丁凡老师说的这番话，之前有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没有，在我印象中他是极少的夸赞我的。老师早就已经非常认可你了，所以只是老师可能是不太去表达这种情感。对，其实我是挺感动的，所以老师一直在默默的支持跟关注，在各方面的把关，我觉得这是也是我非常感恩的。刚才说到就是那2年的期间，也是怎么走出这个阴影的了，也是一次救场。帮别人救场。对，我们常说救场如救火。对对对，当时是夏江演一个红梅记，女主演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到了中间放陪那场就晕倒了。当时的团长就说，你们谁下面的戏熟的赶紧化妆上。那大家都没有吭声，没有人敢说我来顶，那我也不敢啊。后来就是那个有一个副团长，他就说，小敏你赶紧去化妆然后上台。然后我就被推到化妆间化妆，化完妆以后我自己都不知道妆化得怎么样，就给推了上台了。然后整个戏下来非常的顺利，就演了下来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对，所以那次让我挽回了信心。只要抛去那些私心杂念，一切都是最棒的。聊了这么多了，今天是不是请小敏接下来再给我们带来一段拿手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饱眼福？好，那我就为大家演一段《穆桂英招亲》。好，掌声欢迎。
为英啊，真是个英勇无双。之前呢，咱们提到了白素贞，提到了穆桂英，那接下来要说一说这个青春靓丽的形象了。文青，这个是，在青年团的时候创作的一出现代戏《青春作伴》，讲的是一群大学生毕业以后他面对的选择和困难。这出戏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是它太贴合我们当时的心情，跟那个年龄段了。当时您不是一开始在一团吗？后来怎么就到了青年团？怎么又带来这么一个作品了呢？是这样的，在200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广东越剧青年团，然后当时是打破了就是传统的一个做法，就是用一种
竞聘上岗的这样一个模式去竞选团长。就当时院里有200多个职工，就坐在台下。后来投票的票数公布以后，你成为了，我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副团长，那个时候多大？才26岁左右。26岁当了副团长了。那个当副团长的这个通知接到以后，什么感受？其实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刚刚建团的那一年，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辛苦，各种各种的困难。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春班，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如果说我们这个团队春班是借不上台的话，借不到演出台的话，就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是跑去我的家乡山水，然后就是我的家人都一起来了，看看哪能去演出啊，怎么去开拓市场啊，这块大家都一起努力，艰难的把这个春班第一年熬下来了。那后来就是凭着我们团的一个特色，我们的风格也打开了市场，得慢慢积累，我们的市场也越来越大。曾经有一年，我们的演出，我们的春班是全行最多场次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绩。26岁的曾小敏，政治风华，舞台艺术初显成果，青年团事业也迎来了艰难的起步。难能可贵的是，在奋斗岁月里，一群年轻人相互辅佐，志同道合。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当年青年团的团员，我们也把他们请上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青年团的感受，好不好？好，来，欢迎几位，欢迎几位到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来，有请。我介绍一下。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彭清华是我从学校到现在的搭档。他是也是18般武艺，样样都行。那刘建科也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搭档之一。然后他呢，就是。唱特别有特色，等一下你们可以听一下。重唱功的，好，欢迎文友清。文友清呢，是也是一个文武全才，也是一个独当一面的男一号了。陈俊杰就是广东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就在刚刚的这一届的广东省演艺大赛里面，他在 A 组的比赛里面拿了第一名。年轻演员当中的新秀啊。刚才呀，跟曾院长一起聊了当年青年团从无到有，然后经历了一些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代表性的剧目。他们曾经经历过青年团的一个成长。青年团应该说真的像董老师刚才说的这样，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当时一建团的时候，所谓什么都没有，就排练场，又要重新规制出来。然后呢，我们的舞台部门连一根绳子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全部都重新去购置，可以说整个局面是靠大家拧在一起，一起去打开一颗菜精神啊，是共同去努力。在从开始到后来，我觉得是我们走的一条路还是比较正的。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用作品来说话。那么我们青年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三个都是男一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说只演那些我们能演的戏，而是团里需要什么戏就上什么戏，而谁适合这个戏谁上。而我们之间的这种配合的话，应该说起码在粤剧界是很难得的。第一，色彩很丰富，文的武的喜的悲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都能做到我们最好的水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哈。刚才聊这么多了，既然我们都是男一号，男一号得是不是先派出一个代表给大家露一手呀？那粤剧南派表演艺术呢，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属于南派武打。我就抛砖引玉了，他们都有绝活。好，来，我们掌声欢迎彭清华，有请。来听了这个彭清华说抛砖引玉，这玉接下来咱们就此起彼伏一下了，要轮到谁了？那我接下来我表演一段唱吧。我的师傅呢叫罗家宝，他的唱腔呢叫虾腔。我就为大家演唱一段红梅记的
一小段，好吧？红梅记当中的唱段，来有请。烟粉冷夜迷漫，已是繁笼鸟，展翅扑飞难，室门打不开，窗高玉跳栏，夜色嘅残，此身已是刀下囚，难道过今晚？好，谢谢。我宝就觉得一下子就带到了岭南了。好，谢谢，再次感谢刘建科。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文汝清了，在这里呢就念几句这个口白。但是这个口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粤剧舞台上呢有一段时间是讲官话，戏棚官话。那个官话好像我听说最早应该是从广西的方言里，是它是各几种吧，一个中州韵、广西桂林话还有广东话，就是融合在一起这么一个戏棚官话，用官话来念是吗？好，太好了，我们来听一听，有请。以解红尘莫沙山，如来闭门把经看，三宝殿前拜于慈行，四大金刚莫家将，五宝罗汉力量庞，六祖寿星为方丈，七十四十九天尊宽仁，八比罗吒清浩瀚，九传罗卜叫猫娘，事主修成二蛋饭，孝事送挺地严挺地僵，将女子来侍奉，若保言只问女何生杀何生的。好啊，就是可惜一句没听懂。谢谢。好，谢谢，谢谢文汝清。谢谢。这个该我们最年轻的程君杰，接下来我就为大家秀一段那个刚进青年团的时候明姐教我的第一个戏里面的一段小水秀。好，那今天作为年轻的代表也给我们带来一段水秀表演。看到这个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是不是会觉得特别欣慰？其实青年团经历十年，虽然是说也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在每一届的省的艺术节我们都能拿到好的成绩。比如说第一届青年团成立的第一个戏《大明悲歌》就获得了艺术节的一等奖啊，然后《三湘风云》我们的经典戏重排，我们拿去参加省的艺术节也拿了特别奖啊，然后青春作伴拿了一等奖等十多个奖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欣慰的，我们这十年没有白费，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观众是有目共睹的，专家也是看得见的。对，刚才说到青春作伴，我记得当年也获得了上海的白玉兰奖。对对对，我这个戏去上海演出的时候就获得了白玉兰的主演奖。那今天说了这么多了，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啊，现场能不能再次给我们带来青春作伴当中的唱段？那我可以唱一小段主题曲，里面有一段是江河水。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曾小敏。Thank you.
我们角儿来了栏目特别荣幸，请到了广东越剧名家曾小敏做客啊。刚才通过三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带出了三段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这当中经历了低落，经历了起伏，经历了转合，经历了辉煌。那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曾小敏的艺术人生。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下集中，越剧名家曾小敏水袖出手，一骑惊鸿。他传承与突破并举，跨界创新。我们这一代除了承接以后，还得要创新发展。他初心不改，情醉梨园。是什么力量一直推着你往前走？初心吧。下周角儿奶奶与您不见不散。